订阅我，按赞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不用钱免费的呢。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逛逛台中在地人最爱的汉西夜市。这里有着多样且新鲜的夜市美食，咱们一起走走逛逛吧。
啊。来了来了，全部都给四万看看了，要不要掌声看看了？Thank you.
哎，那个门你们做完过，你们做了。哎，我给你号码牌哦。妈妈不要你黄色小碎花的洋装，然后白色的鞋子。
柠檬椒盐哦，对，胡椒粉可以。那你
芥末的话，就是芥末会加进去。芥末会直接把你撒进去，那、啊、它跟椒盐混合在一起。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想看我到哪里散步拍片，下方留言区跟我说。